小河弯弯流，流到湘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。你的风采是否浪漫迷人？
但是也没有办法，这个是自然规律。我们只有在这里，表示衷心的哀悼啊！大家好。对了，张大哥，我们在此一定要提起成立了八年的香港潮爱基金，陈宇来为我们居住在香港的潮帮做出很大的贡献。真的啊？对，香港的潮爱基金在香港是非常出名的，一个个是大千个大小，传奇。他对每一个香港的市场的消费会都帮过很多的忙，出了很多的力，大家都有体会的，好吧？那现在今年呢，照又怎样？还是反思满78岁的这个乔友。每一个人都拿200块的红包，每一个人都会发，还记得78岁以上的啊，还有每一个人发一份。好，今天爱玩呢，希望大家有一个纪念，因为我们要把这个资料要交给这个乔爱基金，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，人家好不好？对，摆在我们的前面的那个三箱，就是乔爱基金给我们的礼物。我们的理事，很繁忙的带到这里来，就很感谢我们马华校友会，经常为校友们付出的理事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坐，您不用坐，坐下来，李汝川。你珍重，很珍惜，你珍重，你珍重，很珍惜，很珍惜，大家珍重。好，我在这里了，林秀，珍重，珍重，林秀芳，林秀芳，黄淑英，黄淑英，赶快来，抓紧时间，珍惜人，不要浪费时间，珍惜人。张秀莲，来抓紧时间，大家坐下来。林延高，坐。林汉中，林延高，林春良，林春良，郑千进，郑千进，钟大玉，来坐。快点，钟大玉，不必来，不必来。车满镇啊，站，还有那个要看，现在跟红包一起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看红包就也给他谁来服侍，谁来帮忙？好，你帮忙了，这是第一，齐了没有？齐了没有？还差几个人？应该派去你身边，不是啊？啊！这把放在哪里？Thank you.
谢谢大家。乡亲们，你们好。今天2024年6月29号，我们骂花离岗校友会搞敬老聚餐品摊会的活动，你们能够很热心的支持我们的工作，我们代表马花李刚校友会全部董事会的成员向你们表示万分的感谢。回王景先董事长、王英来副董事长，他们对我们飞过华侨的爱护还有关心，我们要向他们表示万分的谢意。节目精彩非常的多，所以我也不讲话了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好好，谢谢谢谢我们主持人。李主席讲完一番话，谢谢李主席。就是我们要发扬马华的精神团结以外，总工会见到23000多，最后用来我们聚餐还有多，所以我也不多说了，反正是我们的财政还是努力的，谢谢大家。因为有大家的这个大力支持啊，真的非常热爱集体，热爱母校啊，都很多很愿意付出的一些校友啊，我们都表示感谢。然后好像慧华说的，他说我们还是很有力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看他说的，有大家财政部长说的，我们还是很有力的，对吗？啊，准备了这样一个项目，如果有人出来，哎，我要讲了，表示我的这个思想，我的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好像对校友们的怀念吗？还是对怎么样都可以说吗？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家心中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有没有人上台讲两句话？有没有的话，等一下都可以。如果现在有，可以出来，看看谁要出来讲两句话。蒙上我的脸，哇！希望大家听了，有错，心里面也很温馨的。谢谢大家，请欣赏。